大家晚安，我们是风车合唱团。刚才在看那部绿盟所播放的短片《车诺比的故事》的时候，我心中其实有一些感触。我在想，车诺比事件发生的时候是1986年，是27年前，在那个时候，台湾还是戒严的时代，在那个时候，我们都不存在。我自己是24岁，所以没错，27年前我不存在这里。27年过后，台湾解严了，我们民选总统，我们成为一个民主国家，我们孕育了多少的生命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我们有我们的小说家，我们有我们的画家，有我们的音乐家，有我们的思想家。可是，在27年中，车诺比以及邻近的地区是一块死城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生命，完全没有进展。我相信同样的灾难，我们都不希望它再度发生。如果现在核一厂或是核二厂发生了事故爆炸了，我们这边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台北市甚至到新竹市的人，我们就将永远活在阴影下。我们开始失去我们的健康，我们这座小小的岛屿会成为一座死亡之岛。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活在这样子提心吊胆的阴影之下？为什么？我们等一下要唱的这首歌是由严永能带来的《五级钢》。在这首歌的开头，他是这样说的：每一次看到日头落山，咱的脚板随风下，咱的土地又搁平安过一天。想要甲你讲，辛苦啦，台湾人。为什么我们要每天每天活在这样子提心吊胆的阴影之下？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我们所想要的一个价值？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，我们宁愿夏天没有冷气吹，我们宁愿冬天没有暖气吹，可是我们要一个安全的、永续的、零和的家园，这是我们的价值。我们是人，我们是台湾人，我们反核。那现在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首《五级钢》，我们相信五级钢会一定的成功，台湾一定会成为一个非核家园。
乞丐，那块肉体掏了双，叮当的卡邦随后打，咱的土地又搁平安过一天，想要甲你讲，是好人来发丧。点起希望的灯啊火，长堤暗暝，点点月难过。咱的台湾，就亲像恁讲的遐尼歹，不管过去天光就会来。把手借给我们好吗？有时间，有时间。看到咱的梦叮当，你不是阮的愿受人，咱来小天到帮站。有一天，有一天，我咱的囡仔心肝头会热伤，自由人们有尊严，平安好命到大汉。最后一次，大家一起唱哦。有一天，有一天。看到咱的梦叮当，恁是阮的愿受人，咱来小天到帮站。有时间，有时间，我咱的囡仔心肝头会轻松，自由浪漫有尊严，平安好。这边坚持下去，延续我们的理想跟希望。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唱我们每一集都一定会唱的这首歌《美丽岛》，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唱。我们要来。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，骄傲的祖先们珍视着，珍视着我们的脚步，他们一再重复重复的叮咛，筚路蓝缕一起山林，我所无边的太平洋，怀抱着自由的土着高山和田园，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，筚路蓝缕一起山林，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，水流这里有勇敢的人民，筚路蓝缕一起山林，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，水流
香蕉与兰。